上次跟安哥打球，他直接撞在我头上。这场示范赛比赛开始，马上参加拔起来出手。上次跟安哥打球，他直接撞在我头上。这场示范赛比赛开始，马上参加拔起来出手。就两分球，两分球，好贵，拔出来，好险。箭步就踩进去了，这球应该算是破纪录，这一场比赛的高光时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